近日，宣阳在公布恋情后发布了第一条动态，网友们纷纷猜测，这个往他鞋上别发卡的手不会是龙俊亨的吧？据悉，此前金宣阳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与龙俊亨的牵手背影照，配上了爱心的表情。龙俊亨也晒出了这张照片，两人还在照片中标注了对方的名字，疑似官宣恋情。消息显示，两人曾在 CUP 共事，宣阳曾和龙俊亨前队友张贤胜组成限定组合 Trouble Maker。广受喜爱，龙俊亨曾因陷入郑俊英、李胜利聊天室风波退出 Highlight。 据了解，金宣雅1992年6月6日出生于韩国首尔，是韩国女歌手、主持人、舞者，前女子组合 4 Minute Wonder Girls 成员。金宣雅形象性感，总是能把惹火的舞蹈诠释得很到位，拥有堪称尤物的 S 火辣身材，她在全球掀起热潮，超强人气不容小觑，性感与可爱并重的魅力，创新的舞姿都让全球粉丝疯。